宏达电之前员工拉布条抗议，宏达电赶工 VR 生产，雇用大量派遣工，却不顾劳工生计。所写的理由是那个业务萎缩。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积极布局虚拟实境装置，被桃园厂前员工爆料，雇佣2000名派遣员工赶工生产 VR 装置，但 VR 真有这么好赚吗？广达董事长林百利语重且心长，戳破 VR 神话，价钱不会太那个，这个那个产值不会太大。 而且竞争者太多。林百里点名 ，VR 市场规模恐怕无法像 PC 智慧型手机那么大。然而，宏达电原来主力 HTC 10旗舰机，却是传出日前在大陆线上商城预购平台创下和对手品牌8天以来以70几只对上400多万只的超悬殊纪录。向股东们致上万分的歉意。 要再给宏达电一次机会吗？第一季财报大亏，宏达电还有理由是新品手机跟 VR 未列入计算，要外界再等等。然而财经专家脸书上却直接点破，要王雪红别再对股民磨头了，一骗再骗，让股民对于王雪红的溺爱成了世界奇迹。记者林中正、洪行宇台北桃园综合报道。